现属修，现属修。环球科技大厦都给系一年级学生，今仔日以高丽黑索修三 Q 修正式拜师入门，将学习都给作为人生努力的目标。今天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厨艺系的拜师礼，其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是要让学生了解你怎么样去做好你自己的厨艺工作，尤其在经过一段学习的时间之后，你选择的目标跟方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隆重的礼，然后你选择的师傅要好好的跟着他学，我想这个是学生对老师一个尊重的一场仪式。环球科技大学的杜杰系学生，这几年来多处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性的各项杜杰竞赛，成绩非常优秀。学校今天也特别颁证吉星领环，给参赛得奖的学生。这几年来，环球科技大学厨艺系的同学屡屡在台湾得到代表权，到国际各地去参加很多的比赛，都得到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包括金银各项的奖牌奖状都非常的多，我想这是他们努力的成果。除了出国比赛以外，环球科技大学也跟国内产品界合办一项多工大赛，这项比赛甚至也得到国际产品界的认证。我们也有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跟产业界合作的国际刀工大赛，这个大赛只要同学们在这里得到的奖状所有的奖品等等都是国际性承认的一个大赛，这个是环球科技大学厨艺系这几年与业界共同努力的成果。这项拜师大典行礼如仪，气氛相当庄严，学校阁特别恭请到达新兴宫的妈祖莅临见证，提醒学生传承师傅的技艺以及敬业的精神。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